民众一早卡位，高雄旅展一开门，手刀狂冲，然后去买机票。我在哪一家的？虎航。虎航，你是要买那个899的？对。民众早就锁定目标，出国抢便宜机票。虎航推出优惠，6月2号到5号单程机票未税只要899元，旅展现场下单再9折，民众疯抢便宜机票，因为真的省很大。是想要去哪里啊？日本。算下来便宜多少？4000块吧。这优惠在这4天旅展都买得到，但是现场呢有额外的一个9折。高雄旅展抢好康，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寄出优惠，东南旅游釜山4天只要8888元，华航7月6号起增飞高雄到金浦，机票6880元起，长荣33条航线最低机票价3231元起，要抢攻暑假商机。高雄直飞釜山，原价12800，现场如果夏天的话，就是8888。疫情解封，民众已经摩拳擦掌，要为暑假做准备，出国行程提早规划起来，出国好好玩。如果能抢到便宜行程，省荷包肯定玩得更尽兴。记者郑黄世云高雄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